这台玩具当他出生的那一刻，全世界都为他喝彩，并呼唤着他的名字。今天继续为大家分享稀有的好东西，它是1999年索尼发布的世界上第一台 SACD 播放器。在当下，你或许听说过索尼自家的索流案和金砖的强大，但他们依然要遵循这台 SACD 所制定的规则。在20多年前的今天，索尼用这台播放器为我们重新定义了无损音乐的标准，并延续至今。让人难忘的 BP 抗震抗干扰机体，无与伦比的固定式双光头系统，顶级的数字模拟独立供电系统，独步天下的解析能力和登峰造极的音质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们对它最早的记忆。20年后，我们再次开启这台高频达100K赫兹的王者，希望它独特的仪式感和音质能充满你整个世界。心心